厌，你管管你儿子呗。你怎么的？我让他给我买冰淇淋，他不要买。你爸没错呀，吃冰淇淋对身体不好。不买也行呀。让他把欠我的压岁钱还我也行呀。那他给还了呢？没有，他说我养你这么大，还几块钱，至于我还掉吗你？你说怎么就不至于啦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人亲兄弟也明算账了，有道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再说了，爷，我这么小，他养我，不是应该吗？对的，是应该的。我把钱借给他，就相当于我把鸡借给他下蛋，下好蛋，他就应该把鸡还给我。对呀。他倒好，把我鸡给端了。这就叫借钱容易还钱难啊。爷爷出马就不一样啦。那怎么不一样呢？你可是家里的一家之主，他敢不还吗？